你手长一点的，好来，你要写交叉哦，不要太黏。你要说开始哦，你要大声一点才听得到哦。预备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曾心梅，曾是曾国藩的曾，美术的心，那梅花的梅。哎呀，今天我怎么会找一件衣服得行啊？你喜欢哪里放哦？今天是我的好朋友他发面。在这边，我要祝福他，祝福他。祝福他为什么我要这样呢？因为我要祝福他发面成功。然后，这个胸部还蛮好的。好啦，在这边祝福他呢，能够他的唱片大卖。然后呢，也希望富威呢，在新的初期呢，能够有新的契机。好，就这样。谢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心梅，在这边呢，然后祝福顾威，在这么长久的时间呢都没有发片，他终于有这个勇气，他要发片了。在这边呢，我要祝福他唱片大卖，也希望呢他能够真正的就像他在唱一样的这么样的受欢迎。恭喜薇姐，在一个这个世代啊，就是一个比较不景气的时代，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做出勇敢的举动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好姐妹傅薇出唱片，在这边要先祝她这个唱片发行的时候能够大受好评，能够卖得很好很好的成绩。因为在这个时代，她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属于珍禽异兽啊，保育类动物，所以请大家多多爱护一下我们的薇姐傅薇咯，祝你那个唱片大卖。大家好，我是黄中原，傅薇又发片了。傅薇的上一张唱片是跟我组成了一个无敌天团，叫做麻辣鸳鸯，他是辣妹，我是麻哥，发片了，恭喜。好，等一下哈，来。这个实在要怎么讲的，恭喜大卖吗？现在不可能啊，是吧？唱片这么的不好做，唱片这么的没有人买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做自己喜欢的音乐，坚持自己的梦想，我想那是最伟大的。傅薇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哲伟。今天很开心呢，穿着这个中国风，是我以前办的聚落中国风的 party。当然，在这边要借着这个中国风，我们这种历史悠久、源远流长的感觉，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哥哥薇姐发片成功，好不好？这次圣诞节很好听哦，那我在电台已经开始播放了，所以这边要祝薇姐，这张唱片除了大卖之外，还要有很多很多张薇姐的唱片。哇，我要这样子，因为你知道你是新人，真的很紧张。但是在这边呢，我必须要祝福我们傅薇姐，这个因为我台语很破，但是我希望你念的就是哥哥，国宝，我有讲错吗？哥哥能够这个专辑大卖，他的 L O V E 对吧？对，专辑大卖，然后记得不要忘记我们所有的小朋友支持，加油加油，耶！看什么？对，然后每次看他表演都会吸收一些东西，所以希望呢，在这一片不景气的唱片市场中，他能独出一格，一枝独秀，好不好？加油！今天真的觉得非常高兴，因为这非常难得的机会，然后我们都真的是好姐妹，应该好兄弟姐妹都是 Coco， 大家就是要办一个 party， 然后帮我庆祝一下，我真的觉得很感动。尤其在都没有通知要化妆的状况之下，就是大家愿意，很多是素颜来帮我加油的，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努力，然后我也会因为有大家的加持，我会非常努力的，然后希望真的变成他们
心里面说的国宝啊，真情异兽啊，傅威加油。